看这里是不是一条鱼？哦，果然是一条大宝鱼。你看身上都是沙，活了吗？你看一动不动的。哟，哇塞，还是活的！你看，你看，大宝鱼就是这样哈、啊，你不惊动它，它看起来就跟不活的一样似的。你要惊动它了，这个很厉害的。哇、哦，这个头不小，你看看，比我的头还大。哎呀，不多说了啊，感觉有个两斤左右，瘦了啊。哎哎，冲一脸水，好腥啊！哎，加点水吧，加点水舀的，还行啊。这桶子也不动，挺老实的。走，你们看看石块底下有没有？你看有没有？哈，没有，好干净啊！这个底下没有，是石底的。看看这个呢，哦哟，好大一条！你看它脑袋多大，收了啊。不错不错，收。嗯，哇、哦，你看这里好多海星啊！一小海星，一个脚已经握沙了，这个长得还挺漂亮。我的天，这个个头大呀！这个都有籽了，看，这个能吃得着？啥情况？山上又挂渔网了。哇，那这个不错，也还可以。这个，你看，你看它的小脚脚。它在这里爬，看爪子都起来了。这个长得虽然奇形怪状的，但是给它掰一掰还能掰好看。这个也带走啊！哦，行，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没有货？哦，有的。你看它藏在这儿，藏得很隐蔽。看见。哈哈，收了吧。真是没想到哦，随手一翻，这个石块底下是石底没有。好大一个石头，看看底下有没有货。哎，没有吧？没有。走，我估计那块有。这边。这，这个你看，这个。哎，过来看看。没有哎。我这么相信你，你去玩我。看这里还有好多海星，到冬天这个海星就泛滥呀。你看，挨个都把它的小脚都露出来了，每一个都露出来了。你看。脚脚这么长，在这里爬，哇塞呀，这个也能露出来了。啊，到了冬天，海星都成熟了，可以吃了，不仅多，而且还大。哎，都带回去吃。好久没捡到海星了，又馋了。今天这些我得回去吃了它。哎，咋的呢？你看这个在这爬，看没？没看到呢。脚脚，哎呦，脚脚好长啊！你差一点给他了一脚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一只海星长多少只脚啊？应该是数不过来吧。如果你有时间，还是能数过来。应该是脚最多的吧。可能吧。哎，这边还有这么多，你看。我为什么刚刚没跟上你的节奏？因为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这种海星，超大型，蓝色的。行，下次看好看吧，这一下子有了爆桶的感觉。走，继续看看，翻翻石块别忘了。哎，没有啊。哈，哦，有货的，有一条小八爪鱼上货。这八爪鱼不太活跃呀，看到了吗？它是不是那啥了？冻的，这天可太冷了，我手都冻成八爪了。还有，这今天大概又是海星爆桶的一天，收了啊！他们身上都带着，有些腿的小猫，那不叫肉。看，这个石头底下，哎呀，这个你翻不动你。它是长在石沙子里的吗？石底的翻不动。过来。哇、哦，翻出来了！哎，里边还有一条小黑鱼，你看。他们是多么友好的在，那是黑色的，不是黑鱼，黑色的鱼和谐相处呀。那黑色的鱼和小黑鱼不一样吗？真是的。行，这里有只蓝色的海星，这边我还看到几个蛤蜊，收了，蛤蜊也得带着。哟呼，哟呼，你们看我的手冻的。收了，这还有手套皮筋，这是不是？啥呀？这个是不是？这个呀，贝壳，一看就是贝壳。看这个也是贝壳，好看的。
这种穿凤翎很好看。我去，这只八爪鱼怎么回事？别人都在石头底下，你怎么这样了？这是不是冻故意了？你看，看着很新鲜，哎，还有一股的微弱的气息。你看它还动，是不是？应该就是冻坏了，收了啊。